原来是春兰姐，你怎么这般时候才来呀？你误了，你误了。我误了，你才误了呢。我不曾误啊。我问问你，刚才你上哪儿去了？方才嘛。你好好想想。哦，被人家拉拉扯扯写废品去了，刚刚回来你就来了，巧得很，巧得很呐。还巧呢，简直的。怎么又糟了？是我们回去把你写的那把扇子给员外安人一看，十分的欢喜，立刻就打发人来请你来了。我不曾见着啊！啊，你要见着不就没事了吗？不用说，就在你给人家写围屏的时候，刘荣到此，怎么一请啊？哎呦，可就请错了，把哪个请去了？错请旁人还好，偏偏把桃花山上的小霸王周通给请去了。哎呀，糟了糟了，谁说不糟呢？那周通见了我家员外，哎，不容分说，临行言道，今夜三更就要迎娶小姐成亲。你家小姐就这样应允不成？我家小姐也能应允呐！哎呀，是啊，她正在楼上偷听，一闻此言就往楼下，扑通，这么一声，怎么样啊？她坠楼而死了！啊！怎么，你家小姐她死了不？死了！我要小姐，成，他倒是一片之心。先生，您别哭啊！先生，您先别哭呐！我家小姐她没死。怎么，你家小姐不曾死吗？我跟您逗着玩呢。哎呀，你吓了我一身的冷汗呐！金凤小姐之命，请你私入绣楼共同商议，你敢去不敢去？满是私上绣楼，就是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啊！春兰姐，我们走走走。走不得。怎么又走不得了？想你是一男子，私入绣楼，倘若被别人看见，一来小姐的名节要紧，二来你也吃罪不起呀。哎，辩机呀辩机，你怎么偏偏是个男子啊？啊，你要是个女的，不就没这些事儿了吗？哎呀，这便日何是好？先生，您何不男扮女装啊？俺乃堂堂男子，岂肯男扮女装不好看呢？嗨，管他好看不好看，且图小姐来会面。只要能会面，我就扮。请问春兰姐，这头上戴我们小姐的，这身上穿我们小姐的，这足下，哎呦，都是我们小姐的。慢来，你家小姐可有这样大的脚吗？哎呦，我们小姐哪有她
鸭子呀？反正我有主意，你把脚抬起来。我有数了。啊，春兰姐，你我今晚在那里相会呀？此处来往人多，你我还是桃花村口相会吧。待我收拾摊儿。哎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，你我相会何时啊？我不晓得呀。依我想啊，还需二更时分。二更时分，夜静人稀。我记下了，我记下了。哎，你回来，你再回来。二更时分，桃花村口，我记下了。你我黑夜之间相会，以何为好啊？我不晓得呀。哎呦，你可忙些个什么呢？听我告诉你，二更时分，休问来人，拍掌为号。二更时分，休问来人，拍掌为号。嗯，我记下了，我记下了。我说嗨，你给我再回来。哎，春兰姐，你还有什么言语，一咕隆通的射将出来吧。记住了。Thank you.
声都听不出来了。哦，是春兰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怎么不进来？进去。进去也是站着，与其里面站着，我不如先在这儿站会儿呢。你为我多有辛苦，做做何妨啊？怎么，做做何妨？哎呦，小姐，那我可不客气了啊！哎呦，哎呦，我可得歇会儿了。我就把小霸王周通抢亲的事情一五一十都跟他说了，那个书呆子一言不发就往渡仙桥下扑通这么一声。怎么样啊？他投河自尽了。啊，怎么他死了吗？排出来的。哎，小姐，您先别哭啊！小姐，您先别哭。卞先生他没死，怎么不曾死吗？不但没死，还答应私入绣楼与您会面呢。怎么与我会面？这回可趁了您的心愿了吧？这是他怎样到此？我叫他男扮女装。哦，男扮女装，想得倒也周全。只是这头上戴您的，身上穿您的，这足下呢，这脚底下呀，可就麻烦了。他的脚大，您的脚小，咱们必须给他赶做一双鞋。这是怎样凑手？您瞧，天儿不还早着的吗？只要功夫到，何愁一双鞋呢？我们哪里去做？必须瞒过安人，咱们到楼上去做吧。好，日次前面带路。是啦。
什么呢？我陪小姐这儿做活呢。哎呀，天到这半时候，换做地什么活计呀？小姐心中烦闷，故而做活消遣。哦，儿啊，不必如此。你爹爹已到衙中告状，为娘也在佛前祷告，两那周通不敢前来抢去，早早安歇了吧。女儿知道了。哎，老爱人，您不上楼来了吧？我不上去了。我可不送您了啊，您慢点走啊。天黑道滑，小心别摔跟头。三言两语的就把老爱人给支吾走了，这可真是一个好老太太呀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你是怎么样了？扎着了我了，要看仔细。别说了别说了，快点坐吧。坐吧。睡鞋在楼上，大小他或许能穿的。快些去来，您拿衣服，我拿鞋。穿在里面啊，春兰，你快些去吧。好，你快些去。我去了啊，你快些。我不去了。你为何不去呀？我为什么要去呀？我跑来跑去的，把我两条腿都跑细了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好了好了，时辰之后我与你都做几件新衣服也就是了。我们有的穿，我们不要。那就多把银钱与你。多给我钱？上回欠我的钱还没还我呢。那你到底要什么？是啊，我到底要什么呢？我到底……哎，夏姐，您叫我一声得了。叫你一声春兰。什么春兰？谁不知道我叫春兰呢？又嘚春兰了哟。不叫你春兰，要叫你什么？您叫我一声姐姐吧。翠，我那一只，你那一扑，使不得。嚯嚯嚯嚯嚯，端起小姐架子来了不是？不叫不叫有什么呀？不叫就不叫，您呐，就另请高明。叫你就是，要叫快叫，别磨蹭。啊，春兰姐姐，把春兰去了，跟拦着好听的。日次叫我姐姐，哎，我的好妹妹。去吧，我告辞了。
先生吗？是秋兰姐吗？是我呀。衣服可怎备齐？都带来了。待我装扮起来。此处不妥，快随我来。哦。这是谁呀？这是谁呀？这是我，是我呀！哦，是春兰呐！啊，是刘荣啊！哎，三更半夜的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你先别问我，我先问问你，这黑更半夜的，你上哪儿去啊？嘿嘿，我不是陪老爷进城告状去了吗？他不放心家里头，叫我回来瞧瞧。还是啊，员外爷不放心家里，家里也不放心员外爷呀。哦，小姐叫我出来看看，员外爷回来了没有？哦，是这么档子事儿啊？哎，你身后是谁呀？哎，怎么还是个女的？她是谁呀？她是变变变什么呀？变什么呀？你快说呀！嗨，好好的人干嘛是变的？说的是嘞。她是西村的变婆子。哦，变婆子。哎，三更半夜的跑这儿干嘛来了？哎，你给我说呀，你给我讲啊，你给我说，你快说说。嗯，说出来叫你羞愧难当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都是你糊里糊涂错请了小霸王周通，闹得我们家宅不安。那周通一口咬定今夜就要迎娶小姐，小姐一闻此信，哭着闹着要寻死，老夫人再三解劝才得回心转意。如今员外爷到衙门告状去了，吉凶祸福还在两可，老夫人把小姐的安全全都托付给我了。我是个小孩子，又是嘀咕又是害怕，故而请来西村变婆子作伴。哦，事情可都是你办错的，叫我们跟你担惊害怕的。你还说呢？你还问呢？得了，姑奶奶，我说错了，我问错了还不成吗？哎呦，这是哪不说去，我这就走，我这就走。下杀人也，别说了，快点随我来吧。哎，别忙。带我上楼。哎，别忙，我先上楼看看老夫人在楼上没有。老夫人若在楼上呢？我就咳嗽一声。哦，你就赶快藏起来。哦，我在哪里藏躲？哎，那儿有太湖山石，你先在那儿躲会儿吧。哦哦，是是是是。哎，回来回来，若有人问你，你就说是西村的变婆子。哦，
来给小姐作伴来的。哎，记住了啊，可别说错了啊。挺规矩的，吓唬吓唬他。呆，这一女子，你是何人？来到我家做甚？啊，老夫人，我乃西村的边大娘子，与你家小姐作伴来了。常有胆子。既与小姐前来作伴，为何不上楼？只是小姐尚未呼唤。阿杜，看你这样吞吞吐吐，不男不女，定不是好人。来，将他捉拿当官治罪。哎呀，老夫人，我是个好人，我是个好人呐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害怕，抬起头来看看我是谁。哎呀，你吓了我一身的冷汗呐。我试试你的胆量如何。怎么样啊？不怎么样。老夫人可在楼上？不在楼上，小姐请你上楼呢。哦，快随我来。小姐，片先生来了，片先生在哪里？片先生来了，小姐，这不是片先生吗？有什么话您快点说呀。哟，不好意思。哎，片先生，这不是我家小姐吗？那有什么话您先说。哟，还害臊啊。哎，小姐，那您先说吧啊。哎，先生您先说。小姐，哎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在这儿，他们俩人怎么好意思说话呢？哎，小姐，我呀先到楼下看着，别让老夫人再上楼来。可是这么着，你们俩人有什么话快点说，我呀一会儿就回来。啊，春兰啊，小姐呀。Yeah.
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？楼上找找去。怎么还是这样静悄悄的你？新娘子在这儿呢。来来来，新娘子，迈门槛儿，下楼梯，出门喽，上轿喽。今晚拜了花堂，明日再来拜见岳父岳母。哎，回来，回来！什么？先拜花堂，再拜见岳父岳母？这是什么相逢啊？哎呀，真是的！小霸王周通不分青红皂白把卞先生给抢去了，白天倒不要紧，到了晚上一入洞房，哎呀，恭喜花枝大吉，先帝安歇，与兄去了。大哥，你别走啊，你在这儿陪着我呀。你日洞房，与兄也能陪得了你呀。自家弟兄又有何妨？去笑了。大哥，明日乃是你的寿诞之日，我与众家弟兄与大哥拜寿，做过双喜临门。只是这寿星徒儿未曾取了回来。哎呀，大王啊！啊，你那寿星徒儿，我与你话好了。什么人？我乃渡仙桥畔卖花之人。咋咋咋咋咋！哇！是何人？因何男扮女装脱在刘家绣楼之内戏耍于我？我劈了你！且慢，先帝问过明白，再杀不迟。呆，你是何人？为何男扮女装藏于刘家绣楼？说了真情便罢，若不然，见下作鬼。大王饶命！别去卖花将不我上，留下小八戒选豺狼，将我
我找那老二辩了理。且慢，贤弟休要前去，不要再惹出什么祸来呀。大哥，小弟此去一不强二不躲，与那老二约定日期另行再去，我要走了。贤弟去不得，贤弟去不得，阴错阳差害了我的贤弟了。哎，阴错阳差也害了我辩计了。辩计，我来问你，方才讲的可是实情？我方才讲的乃是句句实言，望大王开恩，放我下山去吧。好，看你穷途落魄，遭此大难，怎你两下山去吧。多谢大王。身穿宁衫，黄胆不女是
火大无灵验。哎呀，师父，我是个好人，我是个好人呐、啊！你回来，我看你男扮女装，是飞剑借刀。说迟实情，还则罢了；若不然，帅家的缠的账。我是焉能放你过去呀、师父饶命。讲小姐名分未定，焉能前去？此乃肺腑之言，天地共鉴，望师父两个亲。Thank you.
士前来探分明。哦呀，看这大户人家张灯结彩，像是六员外的家中。问上一问的。喂，老头儿，请了过来。哦，原来是大师傅。您有什么事儿吗？此处可是桃花村？哎，不错，正是桃花村。可是柳员外的家中？没错，正是柳员外的府上。好，快去通禀，帅家有要事相告。大师傅，不成您呢。瞧见没有，今儿个我们这儿大摆花堂喜事、啊、哎呦，什么喜事啊？您要是今天那多不合适啊，您呐还是改日再来得了啊。哎，快去通禀，帅家有要事相告。别介别介，大师傅大师傅，您改日再来，您改日再来、哎、改日再来。不与通禀，如何是好？待咱蒙红于他。哎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！看这桃花村，怨气冲天，是电妖怨孽之事。帅家乃活佛将士，从五台山而来。特地前来与你们分斋分斋。阿弥陀佛。哎呦，原来是活佛到了，有请员外安人。刘荣何事啊？来了位活佛，说是咱们这儿怨气冲天，要替咱们化解化解呢。来，我看来。您出去瞧瞧去不？原来是位师父。帅家从五台山而来，行到此处，见你们这里怨气冲天，是定有怨孽之事，特地前来与你们分斋分斋。阿弥陀佛。原来是活佛到了。活佛快快请起。头前带路。哎呀，杀气满前天，冲了嗓门心、啊、冲了嗓门心。一桩冤孽事就隐在、哪儿啊？绣楼中。哎呀，不错，真隐在这绣楼中啊。员外，活不将我家之事对活佛言讲。活佛，你家的事情嘛，不必言明，帅家一算便知。一算便知，就请活佛算上一算吧。好，算上一算，算上一算，哎，算上一算，哎，您算上一算吧。好，带帅家与你们算上一算的。算出来了，算出来了，算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大员外，你家中可有一女？不错，真有一女呀。只因这花天盛会，被我爸前来抢亲，可有此事？不错，真是那桃花山上的小霸王。赵文鹏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活佛，你要救我们一救啊！救啊！二老不要害怕，等那周通到来，帅家我就念起五字真经。我就是这样，迷哩迷哩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摸了摸了，念上一阵，官叫他邪念全消，打退了这门亲事，也就是了。哎呀，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。我说大师傅，那周通可厉害的紧呐、啊！
摔家的真经，我也是厉害的很呐、啊！阿弥陀佛，好了，小老学长，你随我来。是活佛到了，还不向前磕头？磕头倒容易，我们得先问明白了。我说活佛、您请过来。什么事情？请问您怎么搭救我家小姐呀？上师周通到来，摔家念起五则真经，管教他邪念全消，打退了这门亲事也就是了吧。哎呀，这可好了，可是我们小姐的那位辩辩机是啊，让周通给抢去了。事到其间嘛，一辩就到、一辩就到、哎呀，这可好了，小姐小姐，活佛要成全您的婚事，快上前磕头吧！参见活佛。还礼还礼！阿弥陀佛！啊，员外，活佛，上师将你的女儿藏躲起来。周通到来，你必须对他演讲。你们这里的香风们是先入洞房，后拜花堂。先入洞房，后拜花堂。上师楼上有什么动静，不要害怕，藏躲去吧。头前带路。摔家好言相劝，也免得伤了江湖中的火气。他若是执意不听嘛，摔家的铁拳我就叫我他扛场了。我说老丈人，你们这儿怎么是先入洞房后拜花堂啊？这是我们的香风。哦，香风。是香风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哎，我说老丈人、您再请回来吧。你又有何事啊？你们这儿入洞房怎么连个灯亮都没有啊？这也是我们的香风。哦，还是香风。是香风。哎，请聊请聊请聊。这香风可真不怎么样，还得摸着黑上楼。嚯，可真够黑的呀。真黑呀。新娘子在哪儿呢？新娘子在哪儿呢？哎呦，我们在这儿呢。他倒着急，先上了床了。啊，媒人，你我今日成婚，真乃天作之祸。看天时不早，你我早些安歇了吧。哎，慢着慢着慢着，奴家还有话说呢。怎么着？你还有话说？你说说，我听听。奴的师父也曾对奴言讲，奴的终身当配辩机，
如今你抢占婚姻，要是惹恼了我师父呀，哼哼，你可惹不起他。嘿，他还有个师父，管得可真够宽的。好，我问问你，你师父姓什么，叫什么，是干什么的？你听着，提起师父非比寻常，性情豪爽，除暴安良。哦，你若知取呀，一走了账；你若不信呐，哼哼，请你尝尝。嚯，还请我尝尝？得了吧，今儿个就是你师爷爷来了，我也得成亲。怎么着？一定要成亲？一定要成亲。嗯，你不再好好的研究研究了？没什么可研究的。好，脱衣裳睡觉。嘿，这倒干脆。嘿嘿嘿嘿嘿，咦，真黑呀、啊！你们这儿香风可真不怎么样。嗯、没事，一会儿咱摸摸着就睡。好，摸着就睡啊。哎呀，嗯、你快着点。哎呀。你等着我呀、嗯、你倒是快着点啊。哎，我这儿拖着呢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来了来了。哎，你在哪儿呢？嗯，在这儿呢。在哪儿呢？在这儿呢。等着我啊，我摸过去啊。嗯，在这儿呢，来吧。嚯、哦、可真够胖的呀。嗯，这是你的造化。哎，我的造化。啊，什么人？我是你和尚祖宗、啊、入洞房不肉了。去你的。传到江心，不露本案。啊，贤弟，你为何这般模样？大哥。这等是众老兵六，下山取者啊，是活人为何追赶我家贤弟，通上恩名来？你且听道问，当年也曾坐天下，打伤人命，除了我家，江湖人称花和尚，咱的真名叫我鲁阿达。
来是罗仁兄到了，小弟多有不知，我这里赔罪了。你是何人？在下打虎将李尔忠。啊，怎么，你就是打虎将李忠先帝吗？真是小弟。哎呀，幸会了啊，幸会了啊，幸会了啊。大哥，你请过来吧。我被打得跟个烂酸梨似的，你怎么跟他套上交情了？贤弟，这就是罗提侠，快快向前见过。哦，原来是卢大哥。嗯，真是人。刚才要知道是您呐，啊，我就听您的话了。哎呦，义兄，我也鲁莽了。哎呀，渣渣渣！贤弟。为何抢夺人家的女儿？是他们请小弟前去的。哎，哎，乃是他家人错亲。贤弟，听兄相劝，打退这门亲事，另行再去呀。大哥之言，小弟渐渐依从。嗯，好汉子，牢牢的。听，你等先回，我等去就回。啊，二位贤弟，随我来。啊，老丈人，啊，大王，婚姻之事不能相从啊。起来，二老不要害怕。此二人嘛，乃是我的好朋友，到此就是为了打退这门亲事，再与你家小姐与卞先生完婚的。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，列位快快请进。二位贤弟，随我来。说了，他至死也不嫁这个鲁莽的大王爷。哎呦，此二位乃是活佛的好朋友，此番前来不但退婚，还要成全我女儿与卞先生的婚事啊。我说活佛，您请过来。什么事情？您欠我们的钱账还没还呢。什么钱账啊？我们小姐的那位辩辩机。是啊，您还没给辩出来呢。我来问你，你们哪个错欠了我的周通先帝呀？是刘荣呗。哦，哎，过来。嘿，我说活佛，什么事儿您呢？我要罚你呀。哎呦，您罚我什么呀？罚你去到渡仙桥旁三元殿中，将卞姬、卞先生请来。我说活佛呀，您再大点儿声儿。嘿，二拜啊！渡仙桥旁，哦，三元殿中，啊，将卞姬、卞先生啊，请来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喽。哈哈哈哈哈！还是你去呀？我的差事嘛，当然该我去了。没有你呀，还坏不了事儿呢。你呀，靠边待会儿吧。哎呦，我的妈！带小弟前呢，王贤弟，贤弟，贤弟，你若前去，那卞先生焉敢前来？可不是嘛。也罢，带帅驾亲自走我走。慢着。我说员外爷，此事还需我春兰走走。有道是水流千遭归大海，解铃还需我系铃人。
手心徒儿，我与你话好了。你真是一个老实人啊，卞先生，快上前拜见你的岳父岳母吧。参见岳父岳母。罢了，快快见过活佛。参见活佛。阿弥陀佛啊，员外。活佛，今乃黄道吉日，活佛与他们晚婚的。哎呀，只怕措手不及呀、啊。这个，我说员外爷，我们这儿啊，早就预备下了。贤弟。大哥，前了过来，何事？义兄，我要罚你呀！罚我何来？罚你与他们暂离。暂离？嗯，说上两句吉祥话。对了，好，交给我了。嗯，看你的了。桃花村内喜事多，二人成婚添作祸。美满姻缘错中错，我这个新郎抱空窝。董月，看新人，一拜天地。